可以打出一波技能组的循环。知道这里有人了，右边也有，但是这边 RB 飞得非常快，再给个踩雷飞剑。哇，他是金翼翻腾过来，一步没停，直接绕了碎石一圈，然后 A 点没人了，而且省下了很多的终极技能在啊。现在杰克罗就算拍下自己的终极技能，对方有太多反制的手段了。这个三打五，看一下金童要怎么操作。而且有人在绕，有人在反绕，这个绕得也非常快。RB 打掉白尘，而且马上这 B 点也绕到了。RB 想要五杀，五杀到手，没有停。金翼翻腾翻过来，一步没停，跳，先接住一个，左边鬼眼照到，再来。然后一直往前走，先打掉第一个，放脚步，左边还有人，再来，而且在瞄右边的时候，一瞬之间的定位，